哦，咱的梁介生哦，咱的前议员，伫个台北吼、哦、开一个记者会，回应咱台南市的警报啦吼、哦。我唔知道你有听到这个消息无？啊，你感觉伊安尼批评讲对？消息略有耳闻，虽然谢前议员他有这样讲。但跟事实是蛮多出入，尤其他有提到所谓的不排富，这个不排富坦白讲现在六都里面没有人不排富，我觉得其实对于公平正义来讲有很大的差距。那另外市长他也提到说赖前市长跟您交代说不要编列预算，那您觉得有这一回事吗？我的预算是我自己编的，是 不应该也不必受任何人的影响，更没有所谓的交代的事情。所以说、哦、这个叫做、哦、去吃排喉咙啦，真假生啦。